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开始。上一次继续。对，我们开始了。我们上次玩了。现在应该是要找房间的钥匙。这边是厕所，哦，浴室。这边是浴室。这边呢，厨房，然后旁边就是饭厅，这边都知道了。下面这个就是合适吧，对，这边是合适。然后外面就后院，后院目前没有必要去。然后这一间目前是锁住的，不能打开。这里是厕所，对，这里是厕所，要记得这一间不能进，进了就拒绝了。然后，我不会一起拍那个 Summer， 哎 ，Sunday， 因为。因为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那个 Minecraft 的账号，所以 Sunday 可能就不会有没出现。那个很恐怖吗？见仁见智啦，我是觉得还好。门锁着。今天玩到几点？预计大概开一个小时左右。书房。然后合适，是这边应该很多地方可以的。门锁住了，啊，打开了。哎，这间是有电脑的房间。小冰箱很方便，以后应该用得到。喝一半的水。阿姨经常使用电脑，上面有密码。密码是1234，输入中。一些 CD 润，许多爱情小说和电视剧 ，CD 和 DVD 东西。这边都没有什么。这边好像也是厕所。对，这边也不能进。这边有东西吗？用品。这边是女主角睡觉的房间。打不开，不开。这边是更衣间之类的，空的。试衣间，有些旧，但是颜色不错。粉色的宴会裙，不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漂亮的蓝裙子。巨大的梳妆台，抽屉里有张纸条。所有美丽之物都是虚假的，美丽只存在于隐藏之中。这是一样。所以它的漂亮是指衣服，会不会多对话几次就掉出什么东西来？都没有，这边都没有。漂亮的咯，贵的化妆品，经常使用的香水，过期的爽肤水已经不能使用了。漂亮的东西只隐藏于，哎呀，太快了。所有美丽之物都是虚假的，美丽只存在于隐藏之中。虚假的。它应该是指漂亮的东西吧，漂亮的东西，虚假的，漂亮的东西，我只想到花欸，去后院看看好了。哦对吼，今天冬至大家快乐。花，这里有花吗？这边没有花。还是在井里面，可是井一点都不漂亮，都觉得会有贞子。风景，嘎嘎嘎，乌鸦，哦，找到了 ，flower，beautiful flower。这些是假花，要拔出来吗？那感觉好像在拔那个什么，
那个会叫的曼陀罗有没有？拔了就死掉了，听到它的叫声就死掉了。拿出来。一把钥匙，阿姨为什么一把钥匙埋在这里呢？匪夷所思，成长。所以这把钥匙又是哪里的？这边是合适跟厨房，然后这边是浴室，这里吗？左着，这边是厕所，这边是客厅，一间，左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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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嗯嗯，那间是锁住的吧？对，锁着。然后这边这一间是打不开的，这间是书房，这间是合适，这间打不开，然后这间是有电脑的房间，然后这个是我现在睡的房间，这个上锁了，这个上锁了，这个是更衣间，这个。库，扫帚，这里有东西吗？小工具，洗洁精和一些清洁用品。这里都没有什么。剃须刀，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种东西？剃须刀，剃胡须的刀子。钥匙，又是一把钥匙。真是。看一下钥匙真的很多哎，它急用的时候该怎么办？这是这一间的钥匙吗？不是，有人来了，先记录。是谁？谁这个时候过来？你是谁？打扰了。我觉得你眼神怎么有点上，有点，他的视线怎么有点往上看的感觉啊？你是谁啊？请问这里是高村美纪小姐的家吗？对，你是谁？我是街对面的三浦幸二。哦，是幸二先生。哦，不是三浦先生。一开始叫人家幸二，感觉有点在跟人家装熟的感觉。好像你的包裹寄错到我那里了。哦，抱歉，麻烦你了。我已经签收了。那个邮递员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嘛。你应该把名字抄下来客诉他。这个行李超级重的。如果方便让我进得去的话，我帮你搬上去吧。这个是假借搬货之名闯入女性闺房之实吧。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搬的，不用担心我啊，我很擅长做体力活。你看他根本就只想要进来吧？好吧，没这件事的，就算得过且过。搬这里就可以了吗？非常感谢。要怎么谢谢你呢？喝点茶怎么样？要请我喝茶吗？不然了，你要喝可乐吗？好啊。所以高村小姐是个作家喽，太厉害了！你在奉承我吗？不厉害的，我想写一些真正的文学作品，文学作品，文学什么？文学作品，但是。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，只能写一些爱情小说。其实能写爱情小说写到出版也算很厉害了。不要这么说，我超级崇拜靠写作为生的人。我超级崇拜靠写作为生的人。难怪美纪没有吃饱过。所以你现在住在这边写作哦。有很多原因吧，最主要是为了康复。康复，你的意思是说你得了什么病吗？
但是不太严重。我认为这个房子原来的，我认识这个房子原来的主人。现在房子空了，我就住进来了。你一直走过阿姨吗？你认识她？对，她是我的阿姨，她已经去世了。提到这件事情，实在抱歉。所以你是佐伯阿姨的侄女，可是你们两个长得不像。是吗？可是亲戚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的，这也就怪怪，是个分歧点吧。佐伯阿姨有点奇怪，你大概知道吧？她有多奇怪？倒也没有多不正常，但是他会在半夜奇怪的喊，到处徘徊，好奇怪哦，真的。这附近的人都知道，我知道了，他有一些精神疾病。实在抱歉，他一直打扰了你们。不不，我才应该道歉，提到这件事情，我该走了。谢谢你的茶很好喝，我现在因为，这怎么样？胳臂吗？还是胳膊？算了，反正他的手就受伤了，正在休假。如果有一些时间，所以一直都有时间。如果你看他在把妹了，你有任何事情的话，只要打电话给我就好。你看把妹了吧？可能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，一个人住在这边有些困难吧？你是想要入赘吗？但是你的话肯定没问题的。确实，我现在还不太适应这里。如果想要确实寻求帮助的话，我会告诉你。非常感谢你的关心。你看，美帝打枪了，我不需要你。他看起来人很好的样子，美帝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这年头，貌似忠良的男人都不可信啊。现在开始分类行李好了。收拾行李好费时间。都这么晚了，我得赶快冲个澡睡觉了。然后又到了晚上了，然后晚上就一定会爬起来，然后再进行追逐战，大概是这样吧。你看，谁呀？哎，这么晚了会是谁？肯定是早餐这家伙，但他也不能这么晚打电话啊。第二天，哇，电话很吵哎！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先记录，吵死了！为什么你的电话要放在一楼了？为什么你的电话放在一楼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电话放在一楼？吵死人了！吃早餐吗？我要跟他说。你看，果然又来了。哎，那个头发哎，什么头发？为什么会有头发？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！还有昨天的怪物，你讲到昨天怪物，昨天的怪物就一定会出来。你看，出来了，爬得很快的尸体，又要来了，快跑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突然跑这么快？还好有记录，我刚刚应该直接往厨房跑。哎，不对，他离厨房的门口比较近。我们又要轻轻从那个电话，你看又来了，好烦哦。
哎，对啊，我刚刚是离厨房，对啊，就刚在这里。啊，算了，先接好了，等下再领机应变。啊，好吵哦！什么头发？好吵哦！有这里。我要藏在哪里？就是我要藏在哪里？这里吧。你这个时候还有时间看自己？好吧，我要藏在哪里？他说每一次能藏的地方都不一样，这次不能藏浴室了，就藏这里吧。急促的主音。啊，这边都会被找到哎，讨厌鬼。那就不要躲这里了，躲上面吧。这里呢？这里，这里太窄了，但是你还是得挤进去。死掉了！哦，那是死亡点，讨厌。那是死亡点。